各位朋友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美君，我是看今仔日十一月初八的婚礼新闻。选战进入最后阶段，孙球连任的军林馆长李进勇，透早就甲东六市长候选人林贵族，以及东六市民代表候选人沈振智，前往东六的东市场来扫街拜票，希望会当争取好成绩。李进勇也甲军林青雄总会的青年座谈对话，希望会当深入了解少年朋友的创业以及就业需求。起来，甲咱所有吼，咱个村乡所有乡亲士大，头家娘。早起的到了东市场，已经有满满的买菜金条。孙桥连任的婚姻馆长李进勇，也伫一透早就甲民进党到了市场候选人林慧如，以及市民代表候选人沈振智来到市场来扫街拜票，希望伫选战最后阶段冲出好成绩。传统的市场是最富有台湾人情味的一个所在的地方，所以讲唔管讲是官宦，啊唔管讲是早起的即个乡亲啦，啊大家拢用真。优先真热情来甲阮接待吼，甲阮诶得到真大个鼓励。啊，甚至十几天，阮候选人以及副选团队绝对会全力的冲刺啊，啊用阮的努力拍拼来争取咱所有乡亲的这个认同啦。大姐，我对李总本人甲你感谢啊。市内建设拢真好啊，互阮做好过生活。今天李进勇也邀请婚姻青商总会的青年做会对话座谈，希望会当有更加侪少年人踊跃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，吸引外流的青年回乡。我嘛鼓励即个少年朋友吼，未来是属于恁的，卖互阮即卖人来替恁决定未来的代志。所以讲，即卖当地咧发生，包括社会各种的事务咧，我希望年轻人也都能够来参与。场面非常的好，大家也沟通非常融洽，哎呀，相信对于。青年人在云林县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开始。青年农民也表示认同李进勇的施政理念，希望互相交流看法，开创婚姻新世代好的开始。我相信他在农业上，对不对？一定有做很重大的改革，只是说呢，可能改革脚步还没有这么快。那我们年轻人，我们很渴望回到自己的家乡奋斗，对吧？那也希望说，有借着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可以让我们云林县更好。选战进入最后阶段，各候选人尽全力扫街拜票，也捧出因应各年龄、各族群的政见，希望吸引理念相同的选民支持，拍赢年底选战。记者陈英伟、陈建华采访报道。